检察官之女为什么要隐瞒身份到酒店上班？难道这就是毒品？爱女卷入扑朔迷离的离奇命案，石头主任能不能做到六亲不认？你想干什么？放开他！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！霹雳女探员为了查获贩毒集团，会怎么样变装卧底？王队，我相信美方跟秦伟绝对有能力制服邪恶，省得让一些无为的人看不起我们霹雳娇娃。周晚上看完《风水世家》，请看《名士廉政英雄之要命关系》。